家好，今天是2022年1月6日，星期天。看到一个视频，是这个地铁上一个，这是在深圳的一个地铁上，然后一个中国的女的跟一个外国的男性在用英语吵架。我看到这个，他这个男的说这女的，这个事情应该不是，这个男的好像没什么问题啊，这个是这个女的推他，然后这个男的可能一般外国人可能比较有这种个人空间这种意识吧，你不能近到离得很近。你看那个什么丹麦瑞士那边，他们的个人空间就是我认为是地球上所有国家里面这个空间最大的，你必须可能人和人之间，他们本来就人少，然后他们国家人少，那在车站等车的时候，网上有一张图就讲，就那张图站的照片就写的那些人都是中间每个人都隔着1米5到2米吧，每个人都是隔这个距离，有一共就那么7、8个人排老长，这就是他们的个人空间。如果你不打算跟这个人有什么交流，跟他讲什么话，你就最好，或者你即使讲话的时候，你也不能走得太近去讲话，这个是对他个人的空间的一个侵犯嘛。你本来没什么事情跟他，没陌生人没什么事情的两个人可能就是有这么一个距离保持着，但是在这个地铁上那没有办法。我感觉是这个女的是想是要车门打开，然后她要走到里面去，然后就推了这个男的两下可能，那么这个男的就开始跟他就说了他两句，然后这女的就开始吵起来。这男的说这女的还用脚踢他什么的。那看到这个视频，我就想到我发生我身上的一件事情啊。我自己本人也跟一个外国人吵过，是什么事情？就是，那是很多年前了吧，就是在上海，有那个网球的大师赛，那个外国人呢，他也是去看这个网球比赛。我们是坐那个公交车，坐一辆公交车，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看。那，这个没上车，本来，这个车的路程比较长啊，就是可能有个1个小时吧要坐。那么车上的位子，不多，那基本上一半以上的人要站着。那，等这个车也等了蛮长时间。那么，就大家很急着上车，但是我们是有排队的嘛，那但是那个队伍排的不是很整，也没有什么很整齐，也没有什么东西拦着。那我女朋友没看到那个外国人，她就先上去了。那我想我跟我女朋友是一起的，我就跟她一起上去。那个外国人这个时候离那个车门比较近，那我等于稍微卡到他了一点，然后我要上去，我想跟我女朋友一起上去，然后那个外国人就看到我想冲到他前面卡上去，他就猛地推了我一下，什么话都没讲，什么都没，他就先推了我一下，然后上车以后，他就，好像是我先跟他讲的，我跟他说我跟我女朋友一起的，你为什么要推我？他可能是也觉得这个车路程比较长，想尽快上车去找这个位置。然后他本来是想以这种借口说你们怎么不排队来骂我怎么怎么样。我说而且那个车上也没有位子了哈。那么我说也已经没有位子了，你排什么队呢？排队的话你排队和不排队你都是有位子。你本来排队，前面排队的人基本上是有位子的人。那你不想排队，你想快一点上车，快一点去到赛场，那你就不排队。那后面没有位子了以后，后面那些人其实是不怎么排队的。但是我跟他说，我说重点是我女朋友，我跟我女朋友是一起的，我跟她一起走上去，我想这样一起走上去而已。而且你要先上去，我也没有
动手，但是你对我动手，然后我就骂了他半天，我就跟他在骂，然后我说 fuck you 什么的，我这什么都说了。这个外国人就是素质很差嘛，他这个外国人基本上我认为是素质比较差的，即使我没有排队我插队了，那你也不应该推我吧，你可以跟我讲，然后我跟你讲说我女朋友在前面，我想跟她一起上去，我有点急了不好意思，而且我也没有卡到她，我还是让她先上去了，所以我就骂了她很多，我像这个女的一样，我说了一样的话，我说滚回你的国家去，我跟她说了一样的话，因为我觉得不是所有来中国，特别是来中国的外国人素质，他会想在中国待着，这种外国人他不是所有的这种外国人素质都很好，当然有很多素质好的外国人，比如说这个影片里的这个外国人，我觉得他素质还不错，还不算不讲道理，也没有动手打人。我碰到的那个外国人，我骂他，我在车上骂他，我也没有打他，我只是用我知道的英语骂他，骂了半天，然后旁边的中国人也跟我叫好，我说这种事情你不能推我，对吧？你不管怎么样，你不应该推我，我再怎么错，或者是我有什么错，你可以跟我讲，而且我也没有不让你先上去，我是让你先上去的。而且你上了车也没有位子，他那个外国人最后就坐在那个地板上，坐在台阶上。后来那个外国人，那个旁边有个中国人，还有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有个人跟我讲说，你也会啊，至少你会英语，你能跟他骂呀。意思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反正我碰到的也是这样的人。这个是。从这个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情况，可能是这个不能说怪谁吧，反正我觉得不能说怪谁，这个而且也比较文明，只是在说，不管那个女中国女的说的是比较难听，就是那中国的外交部也是这种战狼鸟态度嘛？那你这个女的，作为这个女的来讲，她说的话呢，可能是英语水平有限，而且这个外国人的英文呢，我听了一下，我感觉她的母语应该也不是英语，有可能是这种西班牙语或者是德语、法语之类的。我感觉他也不像是母语是英语的人讲的英语，不是这种英国人或者是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这种母语英语的，所以这个东西，虽然说中国人他骂起，这个视频里面这个外国人呢还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能推我或者怎么样。其实就跟我骂那个外国人他不一样，你不应该动手，对吧？你不应该推，你最起码的你得先说一下，这是最基本的东西。那么中国人可能就是会比较节约时间，他走过去他直接就冲过去了，你不动再踢你两脚。那外国人也会这样，就是我碰到这个事情，说明外国人会这样，其实人都会这样，不跟中国人外国人没啥关系，就是这个人就是特别给我感觉，我遇到的那个我骂他半天那个英国外国人，那个人也不是英语母语的，我骂他半天那个外国人，他也是特别想以得便宜得好处，特别想快一步冲上去，然后在前面排队那些人上车还没有找到还没有位子，可能犹豫了一下，他想冲上去快一点找到一个位子坐，因为整个路程比较长，要将近一个小时嘛，所以他就比较急，就推我，想跟我卡，我基本上跟他同时到那个门边，那么他就推我一把，然后他自己先上去。所以这个东西不光是像这个视频里这个中国人，显得素质比较低或者怎么样的，不光是中国人会这样，外国人也会这样，是人都会这样，
什么时候会这样呢？就是这个人他被这个利益，他就想获得一点小恩小惠的时候，我无所谓，我不想站，我不想那个抢到位子什么，我站着就站着了，我无所谓。我去看网球，主要是去看网球嘛，快点到现场。这个车的位子满了，我也不想再花个十几二十分钟等下一班车，那我就想站着就站着了。但是我想是跟我女朋友一起上去，我跟她一起去找一个位置站着或者怎么样。那么我没有说没有想得到这个好处，因为我本身就没有站在那个排坐的位置上的人。上海的公交车有的这种终点站，这种长的公交车，他给你排队都是给你有位子的排队，那个位子满了以后就会有个人说这班车位子满了，你要等下一班车，或者你上去就站着，就是中国的上海的公交车很多都是这样嘛。所以你想，但有些情况是你他这个人把这个排队的人跟他说上面位子满了以后，你马上冲上去，有些人他犹豫半天找不到位子，你可以抢得到位子，那这个也没人管。或者是有些人他就下去了，他就不坐这个车了。所以你想获得这种好处，可能是比较有点这种赌徒心态的时候吧。那这种时候，这个人，你看赌场里，赌场里的输了钱了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本来能获得这些，其实这个赌博获得赌博心态这种获得的这种利益本来就不属于你，对吧？你运气好的话，那么你可以抢到位子，或者是你可以赌赢钱。但是如果你的心态就是这种希望获得这种利益，那么你的素质肯定就很差。首先心态就不好，那么什么难听话都说，这个难听，这个说这种难听话，然后这种糟糕的心态是什么带来的？是你对这种不属于你的利益，就是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你总想发生。一旦没有发生呢，那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不公平，我要跟别人吵，我要骂别人，我要怎么难听怎么骂，对吧？就是这样。那个后来那个公交车上那个骂过外国人被我骂的呢，后来也是不讲话，也是没话说，因为他迫切的想要抢到个位子推了我，他自己都知道他自己是不对，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这种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那外国人为什么会表现的素质高呢？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更多的人是比较注重自己的获得符合自己劳动符合自己付出的这种利益，而不是这种我没有付出就可以获得利益，就是这种比较划算的事情。比如说你去买个十块钱的东西要便宜要五块钱的东西，就是这种心态啊，就这种心态造成的，你的素质必然就低。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心态，你觉得你以自己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角色，你应该获得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到时候即使没有得到，这个就不大可能，对吧？你本身你需求就不是那么比较，本身你的预期就没有这么的虚幻。预期虚幻，那有的时候可以获得，有的时候你得不到，一旦得不到，那你就会表现得非常的急躁荒诞，没脑子没逻辑，做出的事情行为也不尊重人，所以就变素质差了，我觉得是这样子。